嗨，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一个海鲜烩，腌海鲜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鱿鱼、虾，还有生蚝。我们生蚝在这边买的那个只能买这种冰鲜的，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青菜，我们现在开始做喽。我们烧开的水，把虾放进去，煮熟就好。虾煮熟，我们捞出来。捞出来备用。我们直接用煮虾的水把我们的生蚝煮一下。生蚝煮好，我们捞出来，看一下，好小好小了。我们直接把鱿鱼放到里边。鱿鱼煮好，我们关火。OK，我们都捞出来。我们的小海鲜都已经焯过水了，然后我们放凉准备备用。我们把备菜都已经切好了，现在开始调料：辣椒、大蒜、香菜、香葱，还有我们的芹菜，最后放我们的柠檬汁，放盐、放味精、放白糖、放味露。味露可以多放一些，放生抽。现在我们把凉透的海鲜放里边，搅拌一下，然后放冰箱里冰一下。搅拌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冰箱里了。冷藏2小时以上，然后冰凉凉，清清爽爽。哦，这个夏天有你更完美哦！清凉的一个小菜，我们下酒啊、下饭啊都很棒哦。